来到国华街永乐市场，虽然非假日，不过摊暑假尾声，依然吸引真济游客到场，是过品尝因心目当中的台南美食小食。而且目睭看来，抬头一看，伊所有扛棒拢换新，统一春秋甲关刀，多门阁经过设计，精致一致。只是却引发游客无同偏见，就是可能觉得每一家的特色没有凸显出来，就会觉得虽然比较有一致性啦。我觉得很有设计感，而且有一致性，这样这个市场看起来就不会那么杂乱。然后整体我觉得就是很一目了然啦，就是不管是年轻人、老人来，就是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就是说哦，这间是属于什么的店这样子，对。由政府所管理的永乐市场，对店家来讲，因认为不管安怎换，只要是政府开，公平有人客有钱赚就好。所以普遍来讲，边界拢袂歹，甚至希望规条国华街拢一致。国华街像它已经变成整个很台南的这个观光的很景点的嘛，所以我觉得如果整个整体改造的话，一定会比之前还整体看起来较水。太漂亮，比较有那个观光街的那个感觉。永乐市场因为2017年曾经登上日本知名杂志的封面，加上位置观光以及政府的宣传，所以这回配合展会台湾设计展，在金华桥甲市场处的合作，向中央申请相关美学设计加值计划，用统一的扛棒来打造全新的风貌。最近就是一换就是这个新的这个招牌之后，其实大家都非常开心，而且也非常看到很多的观光客或者是在地的店家也都会拿起自己的手机，把这个记录或者是说再一次的去把它做这个拍摄，让大家的这个记忆被唤醒，甚至说崭新的一面，让大家再次的喜欢逛国华街。经过了解，这回国华街大约有40间店家参与，也让老街有了新的焦点，话题不断。但新闻，君子采访报道。